特立不舒服。嗯，特立不舒服。我看到那个，上下踏步了，两边是很厚的，像墙体一样的，承重结构啊。然后呢，他升上去的，原来弧形那个东西啊，然后就慢慢慢升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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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高处的时候，几乎要成平行的啊。哦，原来这个是通那个电线下来的啊，通电线下来，啊，这个是通电线下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大宝那边准备啊，把那个上面发的电啊，来切换给以前水电，水电用啊，通到电网上去，啊，这样呢，不至于把那个大宝切走的时候那边断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哎，好啊，哎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。